检查好了吗？录上了吗？录上了。刚刚那一遍没有录上啊。对不起，这次一定录上。你确定录上了吗？录上。这次有这个公乐乐乐乐乐。没有，因为有你们就行了。好，祝老板玩得开心。对不起，我在看我的头发，你在说什么？欢迎变形金刚。怎么评价这个项目？特别棒，棒棒棒！哇，这个好晕，这个真的好晕。接下来就玩那个过山车，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玩的。它是先到一个高度之后，然后咻一下出去，就直接一开始就飞，还要再来一遍吗？特别冷，这太难了，全程都是这样。还想来一遍吗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搞不动，可以缓一会儿，晚一点再过来。热了，真热，一下就醒了，还好早上没有吃太好。我们现在去做那个灯笼，飞天灯笼，飞天灯笼，它真的会飞起来吗？对，会飞起来。哇哦，好暖和呀！真的挤吗？四个人一个床，我们四个挤这个，挤那么一个小床。我们做啥？我第一次。你看，那要不然是这两个，要不然是这两个。真的，我们四个人是真的，而且这个好晕，很挤，而且这个是倒着的。愉快的时间就这么结束了。对。不要来了。
在那儿作战，对各位比较有难度。Years later. 嗨，大家好，你们没有看错，我现在呢是在世界上，是什么是世界？我现在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之一环球影城，然后我现在喝到了很有名的哈利波特的叫什么来着？啤酒，黄油啤酒，真的很好喝，非常非常好喝。嗯。Sorry， 但真的好。出发了，各位，伙伴们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们的勇气可嘉，欢迎随时再到霍格沃兹。我感觉全程都没有必要，我都好淡定。要拍吗？可以啊，拍吧，来一个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冲啊，来吧，三
怪物史莱克里面那个公主，然后给我招手，还给我飞吻呢。回吻。其实你在这里吧，你真的能感受到那份快乐，就你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在这里工作吧，是很真诚的想把快乐带去给每一个人，然后去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。今天的什么女神？今天的环球之旅结束了。老板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去了自己很久以前想去的环球影城，去了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之一，可以感受到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就是你在这种乐园当中，你会被这个乐园的氛围所打动，不自觉的也会很开心。谁说乐园只属于小孩？我觉得像环球属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人，只要你还怀着一颗童心，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一种快乐。老板晚安。晚安。现在才6点。